现在跟大白在这个马路边这里等老徐，他爬到山上去了，因为我的手机刚刚好像忘记不知道落在哪里了，他已经帮我跑过去了，看能不能找到。啊，好心塞，我都不知道落哪里了，在这里等等老徐吧，在这里等等啊。希望能找到吧，因为刚刚打电话没有人接，应该我猜应该还是在哪掉哪里了，可能在我们刚刚拍照或者是休息的地方。嗯，就在等着吧，好烦呐、啊！哇，累死我了。我们是在庐山，曼玉刚刚到山下的时候才发现他的手机不见了。我沿着山下一路上来，啊，还在累死，找到了这个手机。这条路上是，我们下来太晚了，这边没有什么人，然后手机还在，哎呦，吓死了！休息了一下啊，喘一口气，啊，走了一天的路啊。都不及这二十分钟啊！啊，基本上都是全程有力气就往上冲，有力气就往上冲。哦，还好，还好，还好，手机找到了。哎呦，啊，行了，再走下去吧。鳗鱼估计也急坏了。哎呀，现在我在慢慢的走回去啊，看看我刚刚跑上来的路啊，全是这样的，往上爬的。啊，不过现在舒服一点了，都是往下下的，啊，一直下到那个山顶下面去。鳗鱼有时候啊也很粗心啊，马大哈啊，大头虾用他们广东话来说。但是我下去的时候啊，我就跟他说手机不见了，然后打电话现在已经关机了，我看看他是什么反应啊。哎，让他长点记性。哎呦我天，鳗鱼就在前面坐着呢。看一下什么反应，关机了，关机了，现在是啊，真的呀，我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打不通了，现在就跑上去，好多累死了。上面有人吗？啊？上面有人吗？我们上面好像有人，好像有人吗？是啊，啊，他可能是人家从那上个厕所继续往上走了呢。你们刚刚吃东西那里有没有看？看了，我就一路看到尾，我腿都发软了都。哦，咋办啊？关机了。嗯。我估计要给点钱了，应该是。给点钱，那你接电话说吗？是吧？是啊。关机怎么办啊？哦，都我现在不是不确定在哪里。厕所附近吧，再去找一遍。啊？再去找一遍。没有吗？我看看。没有。骗我的！你骗我的，怎么办？我骗你！骗我的！那么长点记性啊！啊？你骗我的！我腿都发软了。哎呀！骗我的！那哪里啊？啊？在厕所推荐那里啊？就在厕所门口那里，是不是？啊，刚拍照那里，就在你上厕所的那个地方。我上厕所那地方。台阶上吗？就你给我拍照那里。不是。哦，二台喝水。啊，就给你拍照那个地方。就给我拍照那里。嗯。哦，还好现在人少哈、哦。你把它关机啦。啊？你怎么？吓你一下吗？我跟你讲，我腿都发软了。啊、死我了！就知道有手机用哦。啊、哦，好好来按摩一下。啊，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。来。晚上给你按摩，好的，来按摩，来按摩一下，按摩，按摩，按摩，来按摩一下，来晚上给你按摩。哈哈，我笑死了。走了。那个都摔坏了。那个摔坏了。刚跑到这儿摔坏了，一激动。你谁摔坏了？刚刚下的，我这个都摔坏了。你看，鳗鱼就是啊，手机找到了，你把这个 GoPro 又摔成这死样了，咋处理为好嘞？走吧。这个还好，这上面注意一层钢化膜，把它撕掉就行了。我手机能找到就好了哦，找不到就完了。嗯，上次长不长记性啊？长记性了。长记性了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
找到就不错了。哎，吓死我了。好，回去吧啊。走了。现在已经差不多六点了，我们还没有回到驻车地啊。都怪我。对吧？不怪你啊，下次长点心就行了啊。怪你没给我留意一下。嗯，好，怪我。哎，回到还今天还好没有去山涧泉啊，要不然真的是要天黑才能回来了。是啊。回到车里赶紧就是啊，泡个脚，洗个澡，然后早点睡觉吧。嗯。今天这好累哦，就这最后一下把我给累着了。哎。感觉大白不怎么累哦。嗯，大白今天还没有得到锻炼呢。等明天啊，明天。哎呦，大白干啥呀？看到鸟了。这还有精神呢？啊？一点都不累。哎呦。一点都不累是不是？跟着一点也不累。回到车里喽。哎呦，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。哦，要泡个脚。行。来，就用那个天然的山泉水啊。哎呦。烧壶水，给你泡个脚啊。哇塞，看见山泉水就，哎呀，就神清气爽啊！那山泉水我们昨天测过了，还挺清澈的。它唯一缺点就是有点凉。嗯、有点凉，太冰了啊、哦！冰心啊！我们还是肚子太饿了，还是先吃一点吧。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剩下的鸡汤，刚刚加了点水，煮一煮。快点。配一口面，然后再把这个豆豉放进去。等下水开了，准备把这些放进去，一锅出了，懒得弄了啊、哦。实在是不行了，太累了。一锅出，随便吃一点吧，晚上、啊。吃完好，洗个澡，泡个脚，睡觉。嗯。我门口还有小鸽子在这里喝水哦。哎，是不是小鸽子还是小鸟啊？小鸟吧。你像鸽子一样哎，长得。给大白吃个狗粮配鸡蛋吧。昨天晚上给他喝这个鸡汤跟那个鸡肉配狗粮啊，早上他吐了，不敢给他吃了，不知道是我放的那些料太多了哦，太补了，可能太补了，不能给他瞎吃了，来下去吃吧，下去，哎呦，饿了，你吃点东西还是有精神的，吃东西还是挺有劲的嘛啊，哎呦，吃吧，哎呦，一口一个，慢点吃。我们的一锅炖晚餐，简简单单，快吃，开吃。今天早点睡觉啊，吃完早点休息哦。晚饭也吃完了，我们把明天早上的粥啊，先给它煮上去，啊，明天早上早起啊，早起完以后呢，就直接加热一下就行了。啊，刚刚烧了点水啊，这个水应该烧开就行了，啊，这个水应该就是烧热一下就行了，用那个山泉水来泡个脚。哟。慢一会弄了点姜啊，姜泡脚，然后对吧，解乏，这个脚泡上了舒服不？舒服。我的脚已经开始发酸了，小腿发酸了，嗯，这里好酸哦。那你明天还能起得来不？不知道哎。不知道啊，既然你这样说呢，我就知道了。那明天如果说你起不来的话，那我们就延缓上山啊。如果说早上醒的时候发现体力比较好的话，又不酸的话，那我们就上山，好吧？嗯。哎呀，狗狗睡得好香啊！大白明天肯定是有精神的，关键就看我们两个人了。好酸，好香啊！明天我们上山就看缘分了啊！如果能起得早的话，我们就上山啊；其实起得不早的话，我们就再休整一下啊，好吧？休息一天再去。嗯。